是超麻烦，你不去就给叫来哦。电话？什么电话？成功。对，下次也就是这样子弄。嗯，谢谢。我教你这个，你可以教我学韩文。可以可以，拜拜。哦，真的真的很好。味道不一样。对，每天都是鲜料的。小贝都有吗？有小贝的。啊，这样这样的。哦，吃什么白吃的呢？那那吃上这个一个吧。行，二十八小小菜吧。这里有垃圾桶吗？啊，那边 OK。啊，这里。啊，一个很不错的感觉。没事吗？豆豆。好、啊。没事。真的没事。这个扔的。OK OK OK OK， 谢谢。你是哪里人？韩国的。怎么了？厉害哦。厉害吗？中文还很好。中文得一半吧。韩国有什么好玩的吗？韩国有啊，有很多。哇。来过韩国吗？没来过。哦，在青岛也有好玩的。我是本地人。啊，你是本地人，在家工作。暑假工。暑假工。啊，原来是学上学。学校上学。对。在韩国有那个青岛啤酒。是吗？对。这是葡萄果皮。啊，这好喝吗？好喝啊。啊，什么？给你倒一点吗？给你倒，我给你倒一点，你尝尝。啊，尝一尝，对。啊，用葡萄那个做的啤酒。对。啊 ，OK OK OK， 谢谢。尝一下。哇。这个好喝。呀。这个很好喝。呀。我超级喜欢。呀，特别好喝。是吧？对，超级好喝。来一杯，在这里。哈哈哈。我已经喝到多了，这个。生。对吧？生，但是还没有葡萄。呀，一个。韩国小伙伴，韩国的韩国欧巴，哦对，拜拜，好的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来，拜拜，好的好的。